电子舞歌尾牙今年由英业达抢头香，在南港展览馆席开475桌。 一首首，但最高潮还是抽奖。今年英业达头奖奖金20万元，总奖金超过1000万。抽奖了！能这么大手笔，也因为去年全年营收破5000大关，冲上5068亿元，年增82.42%，再创历史新高。认为今年就是一个亿，哈，易经的易，就是啊，易经的易啊，这个有三层意义，一个就是啊，不易，变易，大家都在讲说这个。 要从台湾出货哈，事实上我们在前年就已经从台湾出货了哈，这个就是在美国比较敏感的一些笔记本电脑，我们都在台湾制作。一方面，大陆人是最大的生产基地；一方面，也把笔电产线移回台湾，更预告要培养年轻干部，最快一年，最慢4年，董事会就要大换血。啊，下一波这年轻干部下上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进展。我想今年可能还是。 营业额不会很大，但是啊，初步的基础会有。至于同样缴出亮眼成绩的，还有大力光，去年全年营收499亿，每股狂赚181元，冲上历史次高。执行长林恩平坦言，市况差，订单能见度短，一月营运跟去年差不多，但扩产还有招工，目前计划不变。东森财经新闻刘志久资深台北采访报道。